2022 K Global Hardgym Awards 在25日于首尔盛大举办，好多大势偶像都帅帅美美踏上红毯。其中陈同属 G Fan 的 VBG 和 YouJu 这次现身同个场合，完全是让人太兴奋了。而之前因为生病被大家心疼太瘦的黑子也健康回归，身材终于变回正常人 size 啦。